又到咗查博士怪論嘅預告時間咁啊嚇，咁咪近排有乜嘢新聞啊？最近好多新聞，新聞當然啦，即係波仔啊，真係笑話。你有冇跟進個波仔後屘變咗笑話？真係有跟。啲人話佢係中國還美國，而家發覺嗰個波係自己嘅。你咪我都一早話係笑話嚟。係啊，咁啊，佢即係北京嗰邊又話：哦，其實我哋都即係發現咗好多次你個美國嘅氣球進入咗我哋領空。青島嗰個係自己噶嘛？係啊。但呢度咧補一補充。好。有很多嘢咧唔方便講。嗯。呢次咧，中國係。贏了的、嗯、但美國呢又不出聲、嗯、因為那個涉及到幾高的機密的、嗯、你記不記得他曾經還有次那次有隻有個不知解放軍那些、幹部揸架快艇飛了過台灣不知道這個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揸隻船過台灣的嘛、嗯、登了岸的嘛、嗯、搞一輪的嘛他現在這次都是這麼上下的作用、嗯、因為計到你很多數出來還有、嗯、很多人錯覺了因為我上次我都不說現在就是當笑話說啦如果你細心想一下你信不信那個氣球由這麼遠飄到過去、嗯、你有沒有想過氣球會不會在岸邊就射上去、嗯、或者 美國本土射上去你明白我先啊？明白，系啊。唔系呢个世界你可以扩大个思维嚟谂嘢噶嘛？有少想象力啊，谂下吓。即系等于嗱，再举个笑话，好多人以当年嗰啲人咧，行家做生意咧，就真系到而家佢都唔明嘅。嗯。俾你搵我诶，攞开张支票俾你攞钱，我话你最近边间银行啊？嗯。最近喺我隔篱街有间渣打银行。我得啦，你而家攞要揸打攞啦，你收我張支票。喂，阿 Sir 有冇搞錯？你嗰張印度銀行喎、嗯，我哋去攞得噶啦咁。你真係唔信噶？你攞現金啊嘛，係 cash 啊。咁咩理由攞間印度銀行？我喺印度銀行，我開間恒生你啦。恒生你喂屌唔得個 Sir， 屌我梗係揸打咪同你講。啊，你百思不得其解。我哋唔使啦，你去啊得噶啦，攞得現金嘅張支票，你去邊間銀行攞到現金嘅、嗯？但係唔係唔同名嘅。嗯你信唔信？嗯，唔信噶嘛，咁咪真系我哋去啦。我問咗你最近就唔想阻你啊嘛，你咪你又去第度又走嚟走去入票係咪啊？嗯，咁咪即刻佢咪去，咁咪打嚟。嗰三個到而家都唔係好明點會攞到錢啊！交大頭，嗱呢啲係深奧啦。係啊，你都冇呢啲咁嘅能力，咁你做人做生意？係啊，我話再甚至無，我冇支票喺袋。嗯。我想啲紙仔咧，你邊間銀行最近你啊？嗯，啊匯豐啊、中銀啊，或者渣打或者美銀啊，得、嗯、啦，你去攞現金得啦。我想喂，持級來人幾多錢？簽個名，你喺度搞錯事，我得啦。你閉台，你話揾呢個咩姓馬嘅經理啦咁。嗱，呢個我要講過，因為我做銀行好長時間嘅。其實支票唔係一定係嗰一樣嘅，唔係㗎。你任何嘅你即係寫明下點樣，簽埋一個佢認到個名，咁係攞到錢嘅。不過咧，通常就唔會咁做。唔係你咁樣做，但係你間間銀行攞到犀利啊嘛。係啊，你明唔明？你去翻你自己開户口間銀行梗係得啦，個銀行。但我講話你唔係我自己間銀行啊嘛。我整張瓦差銀行叫你走去匯豐攞錢，佢對唔到嗰個簽名噶嘛？理論上，好啦，但點解我會用瓦差銀行咧？呢啲人又唔知啦。嗯，我要嚟準備彈票噶嘛？係啊，係。你第啲銀行彈票有黑名單，又咁取消你話啊 ？Bank of India 冇，係咪先？大家差唔嚟噶嘛？亂嚟唔彈，啊都冇所謂啦嚇。唔係啲好深奧嘅學問，即係你話你人世間咁少嘅學問，嗯、你都未諗得到。嗯、你真係諗國際政治問題，仲點人走去搞政治鬥爭？屌你嗰班大律師，咪拎佢打靶咯！我成講，林家欣，你戴耀廷，你老母你讀。屎片咩？捧曬成扎兄弟上去，掂緊㗎啦！呢檔嘢掂緊啦咁。唉，嚇嗱，咁誒當然啦，即係阿博士就對於嗰個國際局勢咧，其實大家就好想聽佢解釋啦。好搞笑嘅啫。咁但係咧有一個新嘅題目咧，我想阿博士今次講講。係。就係譬如東南亞國家啊，包括菲律賓啦、越南啦，佢同中國而家個關係，因為最近有單新聞咧，我唔知人留唔留意啦，就係呢個中國。嘅呢個
我唔記得漁船定漁政船啦，就照啲 laser 照去嗰啲嘅菲律賓海軍嗰度。咁呢單新聞就國際新聞都有做嘅。嗰、那個係好耐都有噶啦，呢、這個以前就冇咁拎出嚟講嘅。但咧，我就早嘢都咪同你講過嘅，要講個菲律賓未講完，隔兩日出嚟就係、是。唔係嗱，呢個你就係我哋上個禮拜做節目嗰陣時都未有呢單嘢噶嘛。唔係我咪未俾公司通知你，喂你講菲律賓啦，嗰時都未有呢啲事。係啊係啊。嚇！佢而家咧呢個都係事小，但最重要係一個跡象。通常呢啲咁嘅事件咧，係由個外交部長或者個副部長call 嗰個駐菲律賓大使嚟。問佢嘅啫，就唔會出到總統嘅。但係呢次係出到總統嘅，而且新聞報啊嘛，新聞大做添啊，就係特登點解要出到總統咁高規格咧？呢個係有所部署，係有所行動嘅，係俾一個警告，係有嘢跟尾嘅。咁呢個點解佢又會出嚟咧？總統，因為你揾個外交部長 call 佢嚟咧。嗰封利是冇咁大噶嘛，斌一陣間我哋節目講，斌仔咧有好多叻嘢，好多人唔知嘅，非常厲害。咁除咗菲律賓之外，譬如話佢嚟越南啦嚇，咁大家記得越南同中國打過仗啊嘛，啊遠嘅有嚇，漢朝嘅時候已經打過，近屆啊，1979年啊，如果冇記錯嘅話，啊佢哋越南已經係得佢咁強項。要一條電線俾佢收翻，俾越南攞翻噶嘛？解放後記唔記得啊？哇！而家佢仲喺度開石油開成噶，你中國出唔到聲噶。但嗰度越南咧又有好多隱蔽嘅外邊人唔知嗰啲風土人情啊，同嗰啲中國人關係點解而家中國幫佢咁耐打呢個越戰，但到而家係越南最憎中國人咧？呢、这個真係一個問號嚟㗎，點解咧？又係有背後嘅原因嘅。除咗國際局勢，當然大家都好即係想聽聽博士講呢個佛學啦。咁佛學咧，我諗有好幾樣嘢，呢個禮拜都係新聞嚟嘅。其一就係呢個舍利子個問題啦，嚇。咁係聽聞都要拗過喎，即係因為阿星雲大師嚇，但係佢原籍啦，97歲。他就話：你即係我原籍之後，你哋唔好同我講啲咩，揾啲咩石離子咁啊！咁但係結果就真係而家燒咗出嚟有石離子啊嘛！嚇，個個人都有嘅，仲要整個證書俾睇。唔係個個人都有啊，個個人嚇冇嗰個就好少嘅。哦，咁凡夫都有嘅，個個人都有。咁呢個問題，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想聽聽阿博士嘅睇法。喺呢方面咧，我嘅資料多啲。因為喺世界上私人擁有正式佛祖嘅石離子咧。是得我個有的，即係有證明有成，由皇帝、總統、真王三個所以攤出嚟，有2000多年傳承。咁有啊如何？呢個佛祖嘅智慧唔係粒舍利子度噶嘛？嗰個宗教上嘅感情啫嘛，即係你執到耶穌條布關你叉線咧，咁啊你上天堂。但你拎出嚟條布值錢噶嘛？而家哦，嗰啲咩㗎？咩多倫多斯布啊，命運之矛啊，仲有粒釘啊，釘佢㗎啦。冇啊！你冇講耶穌咁遠啦，而家耶穌2000年。梁錦祥副眼鏡今日收藏起，2000年後拎出嚟都值2000啦。如果副眼鏡到幾時唔爛嘅話，你明唔明啊？啊，第啲問題啊，咁啊，即係仲有好多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其中一樣嘅，我諗我哋都即係要講講就係個咒語嘅問題，即係你念咒、念咒、真符假咒啊，真符啊，咩俗有科啊，俗世嘅好多真符假咒啊。咁第一你要知道咒語嘅功能有冇先？同埋佢如果佢有功能嘅時間咧。佢呢種功能嘅力量咧，嚟自於邊度咧？呢個好重要喎。好啦，如果你知道佢個來源，咁咪係咪咩人念都有效咧？點解有啲人念咪冇效咧？嗱，呢個又係大問題啊嘛。好啦，咁樣你究竟你念嘅咒有啲幾百字咁啊？好似嗰啲靈嚴大咒，有啲啊6-7個字、10多個字，有啲一個字嘅，點解咧？好啦，我喺蘇聯嗰陣時候去蘇聯訪問，蘇聯政府公開問過我嘅，就係 Mantra 咧喺同地球上嗰個星體運行咧係咪有關係？
咁我就公開，我都危險嗰次，我就公開回應佢哋答。我嗰啲次嚟咧係講佛學，唔係講佛法。到你機緣到咧，我先講呢一 part。因為佢問得你咧，即係話佢已經拍到道門噶啦。你再加多啲落去咧，佢推開道門咧，咁你蘇聯喺我哋國家邊境，我梗唔希望你學埋嗰個音波嘅威力啦。咪對我哋國家危險噶嘛。因為而家個世界研究光學咧，已經去到比較中級嘅層次嘅。但在聲學這方面呢是都是有自班的、好，如果你再拿聲波可以殺人的嘛，你都知道、他古巴嘛，最近那個美國大領事館不是很多個即是頭痛啊，搞到好了。另外大家都知道呢，有些人唱高音唱到個杯爆了，特別最厲害的低頻嘛。你俄羅斯一問到我這件事，蘇聯佬我當然不答啦，我自己中國人、當然不會話做啲嘢傷害自己國家啦，咁我就我下有機會咧，我先答你一 part 咁啊。佢哋都好唔開心啊，好唔開心。咁啊，呢次啊可以講少少，多我又有啲秘密咧唔講得嘅。係一定啦，因為佢逢係一件器皿喺個世間，都好槍好咒語好其他嘅法術好，佢本身冇正邪嘅。你落喺乜嘢人手上咧？怎用法就是可以变正邪出来，这个同科技一样。所以为什么以前就算你学功夫，师傅都不五收徒弟呢？是啊，就是那个理由。我教了你，你做坏事他就变了业，他业力来的。打死人了大佬。是啊，那他就害怕你坐埋监，是不是？或者你被人打死呢？是啊，是啊，是啊。那么最后博士有什么正的介绍给观众啊？你自己这支竹是世间稀有的，这个叫蜜竹，黑色的，不是淡的。这竹呢中国没有的，我在印尼拿，但印尼呢都要很多远的路拿回来，由他们那些古老的大医生呢制过，制过呢来，我就跟他请了一批。咁呢世间你而家见到嗰啲白沙板咪通街有得卖嘅，有啲搵匙羹有得剩，咁有啲唔知咩石咩石嘅白沙板有咁啊。佢喺表面呢佢刮到出嚟嘅，但呢啲竹呢喺深层次嘅淤积呢可以扯出嚟、清出嚟，所以好厉害。当然啦，佢除咗佢个大医生印尼古老医生制过返嚟，我哋仲要经我哋竹油科嘅程序制过啦。所以有另类嘅功能。咁啊，可唔可以介绍俾下啲观众喺个节目入边？可以一陣可以介紹啊！好啊，嗱咁啊，大家聽到有咁多精彩嘅內容，記住一定要收睇呢個《茶博士怪論》啦。YMBA, Dr. Wok Shio Ming, has donated 3 million rupe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uddhist pilgrim's rest in Kandy for the use of devotees visiting the Sri Dalada Maligawa. The second installment of this donation, amounting to 1.6 million rupees, was handed over to Prime Minister D.B. Vijayathunga at the parliamentary complex by Dr. Wok recently. The Prime Minister, in turn, handed over this donation to the Diyavada Nilame Niranjan Vijayaratna and a public trustee, Yu Mapa.
the Venerable Mapalagama Vipulasara Thera, who arranged the donation, and Dr. L.P. Medi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is simple ceremony.参加义师天极殿里也有世界世界文化中心主席熊广珠明女士郭秀敏博士燕尾燕政府两党燕尾副书记崔院长陈维忠同志副书记童贵珍同志副院长恰富生同志 来参加义师天极殿里的，还有市佛教学会会长杨新文同志。下面，请燕政府副院长恰富生同志讲话。 各位先生，各位来宾。
各位医师，各位同志，在这每一个是高文化中心后土痛工的一日粮食，我代表县政府和全县人民一起来参加奠基典礼的各位致以亲切的问候。最关心国，最关心家乡建设事业，落实三思，甘之提款。新疆市高文化中心的唐世鼎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第一，专程前来自托的香港省美学会的会长斯里兰卡帝国荣誉佛学博士郭寿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每一间市高文化中心新疆在救护生命的风景区长谈，必将为我人旅游开发区增加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景点。它将是大将为强化社会奉献，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我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唐先生热爱家乡建设的善举，将在广大群众中称赞传扬。此次机会再次向先生们贵宾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强的人代表爱向你的家人及亲朋挚友问候，强向他们都介绍家乡的情况，为家乡的经济繁荣冲向三级同沾爱心。家乡三神秘，家乡邻里亲，家乡事业兴旺，家乡经济繁荣，让家乡人们从广泰开三胞息息出来，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之后祝先生们、来宾们、医师们、同志们合家健康，万事顺意。仲有位喎，好似阿 Vincent， 好嘢冇加你租啊，大佬廿几年又系。呢个我哋云上商老板咧介绍呢个先，呢个真系最耐老友啦。佢介绍我买间铺3年有冇啊？有啊，有减租嘅，冇加租嘅，又系冇租单嘅。你把声俾你。对住嗰位，我唔系几识讲嘢嘅，识讲我都惊住啦。不過實情真係㗎，講事實最緊要。係，即係當年咧，我就做車行嘅，咁啊，我就話啊間鋪好靚喎，啊我又買唔起，咁介紹俾阿郭生買，我你租翻俾我嘅喎，咁樣嗰陣時就84年咁上下啦，84年，3年啦，而家仲啊，咁啊。咁、那個月租俾我真係冇乜租約嘅，真係有時有時冇，咁依家都冇乜租約。冇啊，咁啊有時依幾十年咧都好辛苦嘅，即係汽車競爭好大。咁啊有時生意唔好咧，咁有時佢都冇收租，有試過幾個月都冇收租，兩次啦已經，即係兩次幾個月喎。我唔知喎，哎呀，我真係唔知喎。我秘書我同我講。10年前、10幾年前都有一次又好有生意，啊幾年都欠唔租，咁後屘咧就不了了之，唉、哎，算啦算啦咁，咁後屘就好翻少少，再繼續交租。啊，最近呢兩年前啊沙士唔係金融海嘯，哇生意又差，咁啊又有幾個月係冇交租，咁又算數喎，咁而家都有交租啦，而家減咗租添。本來35,000，銅鑼灣嘅鋪1200呎，地下60呎盤面20,000多租，哇！租後都唔得啊，係咪啊？20,000幾好似啊？佢本來35,000租，而家減到25,000租，咁啊，佢實用1200呎盤面60呎，銅鑼灣區地下，25,000租嘅，所以呢個世界咧好神奇嘅，因為佢介紹我買啊嘛。我賺翻啦，以前買咁平係嘛？啊，喂，好朋友，我哋送翻件禮物俾你。多謝曬，多謝多謝。係，我係。多謝多謝。當年阿匯豐劉生咧問過我嘅，喺幾時啊？我有成10幾萬呎鋪位喺市場上丟空嘅，
好多人在啲街度問啊，俾啲家具係姓郭嘅，嗰間係姓郭，點解幾年都唔做生意又唔租嘅咧？咁阿匯豐樓咧問喂，阿多頭冇理由丟唔租嘅呢鋪位，我諗住賣咪唔租咯，你租咗又驚賣唔到，咁啊十幾萬尺地下嘅唔止添啊，好似以前嗰個周南搶鋪鋪鋪書俾我噶，我走咗黃陵田嗰個先做鋪。因為他們買鋪位要數人頭的，早晚數一些人流點啊，我就不數的，一經過咦就直覺就立刻給訂了，他一搞得來又被姓郭搶了，所以成輸給我。現在以前我聘那個西洋菜家一間兆萬中心，十一個 number 的西洋菜街近登雅士街的時候，就是我私人名，但是我很怕起樓，我一手轉回給一些朋友，我又不做。我好怕起樓嘅，而家我起啲樓咧，慢慢貨尾嚟啫嘛。但係世界咧就係點解講呢兩件事呢，就係、是、俾大家一個啟示：量大福大。上帝講係冇錯嘅，施比受有福，你會多咗你唔知嘅。我係唔相信㗎，因為我好少講我私人嘅人生態度嘅。但係後生啊，好多人知啦，我六十年代已經好豪氣㗎啦，係嘛？我同周俊連個仔都曾經鬥追女人追母女，包曬場，大家鬥頂喎。我頂一個月唔夠你頂靚仔，我頂一個禮拜咧，你都幾辛苦。走去投資一排投到四百幾萬，頂到香直球都燒錢，係嘛？所以就俾大家啟示，量大福大，話、啊、個世界咧好神奇嘅，你會多咗嘅，嚇、啊、多咗嘅，多咗嘅嚇。系，好啦，继续生意，继续好生意。仲有一个咧就冇叫佢嚟啦，又系阿伊华嗰度咪廿几年啦，我豪冲啲地，喺廿几年又系减租冇加租，租咗个二万尺地方嗰度，喺香港都系一个奇迹，因为我冇时间记呢啲湿湿碎啦，即系讲个笑话俾大家。香港的地產佬的地盤很小的，那些十零二萬尺地鋪，好像財政司長說中產是吧，丟空的，所以通到周圍入或者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灣仔的人不租鋪，那些間又不租又不成，他成都幾年都不租的，十幾二萬尺地鋪都丟空了多年了。但我在第二國家我的地盤呢，可以說個笑話給大家聽，你揸車行兩個鐘頭未行曬，都係我嘅範圍，又係丟冇理嘅，而家冇理嘅。有個紅寶石礦咧，又未走去掘，唔得閒掘。你個老下嚇我嘅咩？郭先生，如果掘出嚟唔掂咧，好多錢嘅喎，啲唔靚嘅畫，喂，我咁你唔好搞事啊，大佬。嚇、啊，原來開嗰寶石礦咧，喺皇帝送俾我嘅，當年我未得閒去掘。嗰、那個地盤咧，成兩個鐘頭嘅揸車都係我範圍之內。即係我哋當年買地咧，斷平方公里買咁樣，邊會買幾多尺啊？聽到眼瞓咁樣。喺蒙古嗰時，我攞個地盤都成十幾廿平方公里啦，賺好多錢嘅嗰時，晚晚口噏啊賺錢。啊，多謝大家嘅知道我哋一啲少少嘅往事，好嘛？